呢間 B 室就有一房門，入門啦就有個玄關。呢度就有啲應該磁貼嗰啲啊，哇，係啦，磁貼呢啲都幾重手嘅。又再入就一個長形嘅廳啦，就利用高樓底睇下你點樣設計，增加個儲物啦。行前少少就一個露台啦，佢有個層板啦，即係企出去可以擺啲茶杯啊，咁樣望住個海超下。佢呢度仲有額外一個玻璃網板嗰邊，可以勁 OK 嘅。廚房就係一字型，基本上空間就好細，就有個趟門啦。浴室做咗三分離嘅設計，最主要將功能分區，洗手區、一個坐廁區、淋浴區，空間嚟講都夠嘅。個趟門啦，過嚟就有一個衣帽間，呢個位置我覺得有少浪費，用處都唔係好大，我寧願佢間房做大啲。呢度就佢睡房區啦，幾方正嘅。佢有個隔音屏，呢樣嘢就有少少阻地，因為靠近馬路唔可以唔做。開窗就略為嘈，望出去海城嗰邊，好似呢啲一房半嘅單位都係睇下你點樣善用個空間，會做得好少少。利奧坊一月兩座大樓614伙，328尺嘅一房半，最主要望翻澳海城。行到去奧運站大概係4分鐘，你覺得點？